瑶瑶日前在《小姐不惜》地中透露，和韩国籍男友李正元已经分手。她在节目中表示，两人交往期间原本说好买房子要一起付房贷，但是后来男方却因韩币下跌，加上房子是登记在女方名下，所以不想付钱，缴房贷的事情成为两人吵架的导火线。后来男方七月回韩国，两人就协议分手。另外让瑶瑶很崩溃的是，两人一起养的狗狗也和男友回到韩国。她痛苦表示，本来不想把爱犬给男友，但狗狗很黏男友，她只好心痛割舍爱犬。而对于和男友会不会复合，她透露男方有提过想要复合，但是她觉得彼此价值观很不同，所以对于要不要复合还是很犹豫。